八风吹不动，并非说说就是了，需要一份长期的锻炼，才能当机立断，不受诱惑。所谓的诱惑，表面上看起来不见得是坏的事。权势与财富来到眼前，是否能把持住自己的心念，在要和不要之间抉择，端看自己的修为如何了。中国人说，无欲则刚，能对欲望绝缘，面对世事，更能很快地知道哪些是自己可以要的，哪些是自己不能要的。少了贪的纠缠，生活时时都是清风明月透心凉呢。另外有一样事，比如说在这个李登辉总统啊当总统的时候，这个他们要选国大代表，选国大代表有个不分区的国大代表，他们希望有个出家人来担任。啊，那个时候我在巴西啊，那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总干事就是特别打电话追踪到巴西，就是叫我担任了这个不分区的国大代表。他说这个我们重视宗教，希望这个法师能够来担任。我一听啊，我说这个事情不是我做的，我是个出家众啊，出家人啊，弘法一生，不碰政治。这个政治这个好，应该有人参与，但是我这个人不参与。他说国大代表有很多好处啊，他说你在可以参加这国大开会的时候，你为佛教可以说话，因为这个因为佛教的理想啊可以啊多建议啊，使得我们施政的时候啊可以做参考。那我说你还是请另外的人去吧。后来打了两次电话，第一次问了以后，第二次再来打电话，我还是这个心如止水，在这不动，犹如不动。那我就没有当国大代表了。否则的话，那一届国大代表那老是要开会，开会的时候从阳明山打到台北市，他这个国会里面常常打架，然后我想这个这些事情都不是我做的，所以我不受所动啊。那这个也是什么，也是我的一种什么修行的功夫吧。那这个呢，我就讲需要有这个实践的方法的练习的功夫，有观念的理论的指导之外，要有方法的实际的修行的练习。那这样子的时候，你才能够这个把风吹不动，才能够不受动摇。因此呢，我们这个要看到那些书啊，仅仅看那些书有用没用，可以也可以知道参考一下哦，这样子的时候可以达成什么样子的一个效果啊。我不反对，但是呢最好还是要实践，不实践这个功力不够，这个没有办法。所以我们提供啊禅期咯，念佛期咯，还有我们最长的时间有49天的这个禅49的修行。那这样子的时候啊可能会好一些。那现在有一些跟着我修行的人他们大概可以啊知道这样子才是啊才是最保险的。圣严师父曾提到，释迦牟尼佛是个大经营家，对于佛教的经营非常有研究，使人非常好奇他如何运用智慧去完成每一桩合乎时宜的仪轨与制度。2007年，法鼓山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水陆法会，创新的方式有别于传统的法会，参与的民众都心生欢喜，不禁使人想到，
在21世纪的今天，若是有些不合时宜的佛教仪式，是否也可以随着时代的潮流更动呢？这样的思维算不算是现代的佛教经营观呢？从我进入佛门信仰佛教开始，我就是只是看到这佛教的现状啊，就特别是中国佛教的现状跟佛法不一致，有一些呢跟时代潮流啊不相应，我就是想到要如何的呀，我本来讲的是改革，就是要把佛教呢从迷信，从这个书画民间化而导入啊正轨啊，因此呢我在10几岁的时候啊就想到佛法是这么好，误解的人这么多啊，真正呢了解的人是这么少啊，那这个时候我就是对当时的佛教不满了，当时的一些和尚的出家人的生活形态啊也不满意，对于佛教的现状不满意，那这个是怎么办呢？批评这个口头批评，可能也在写文章批评，我这个批评这个文章写的很多啊，然后到了那个30多岁的时候啊，我在官房里面呢就把这些我批评的就是不合理的现象，这个不合时宜的一种啊这个佛教的形态，我把它指出来，那以后呢就写了一本书叫做《正信的佛教》，那这本书到现在为止啊这个还在非常畅行的畅销的，那就是说我看佛教就看它的这个根本的精神，根本的精神呢我不看它的这个形式，虽然我穿的衣服我生活的方式都是传统的，但是呢我时时刻刻想到往前走还有什么事情需要修正的、改良的、创新的，不断地在这样子思考，我们已经是从这个方向啊在努力，这个许多的寺院他们一成不变了，这个从明朝清朝到现在民国时代他们都没有变，表示最滑稽的呢是这个有的庙里面呢还供着什么大清皇帝，这个万岁万万岁，这叫做万岁牌，有的庙里面还供着的啊。那我在上海静安寺读书的时候，静安寺的佛殿上有这个万岁牌，他们不敢动啊，说已经从满清老早推翻了，已经是民国时代，已经到了民国30多年了，那个满清那个这个万岁牌都还在，那这个我说这个要把它拿掉，他们说方丈和尚没有讲我们不敢拿那还有许多的寺庙啊他们的这个老规矩啊，这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还是要遵守，但是我呢说这个老规矩已经跟现在的时代不一样了，这个应该要改革，要重新的改变一下，还有我们的功课，这个早晚功课里边还有啊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
那个有比较啊，这个新的一种想法呢，就是当今总统万岁万万岁。那这个一直到什么时候？蒋总统过世，所以蒋总统过世以后，说当今总统万岁万万岁这个观念没有了，而这个早晚课的时候啊，也把它取消了，不要再讲当今总统了。那现在呢，这个就是这些呢，都是需要改进的。在过去的东西，这个不合时宜的要改进。佛法的义理经得起考验，千古不坏。但是一切要往前看，要往前走，文明不断的进步，生活形态也不断的更新，传扬佛法的方式顺应时代而有所变通，佛法的奥妙才能切中人心，深耕世间。佛法常说随顺因缘，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样貌和沟通方式，佛法随顺着趋势的变化，用最恰当的沟通方式传播佛法，才能长新和长远。还有往未来看，往未来看呢，或者说往现代的这个世界观，现代的世界已经很小了，我们要看到其他的宗教是在怎么做。还有现在联合国啊，它是推动的这个宗教这个信仰是怎么什么内容，他们希望宗教的领袖以及宗教徒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要知道啊，如果没有这个联合国的信息，那自己就是闭门造句了，自己就是说过去出家人或者是寺庙怎么运作的就是怎么运作。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要听一听这联合国他们希望宗教师宗教徒对社会对世界有什么贡献，扮演什么角色。还有要看一看各宗教现在他们正在做些什么，各宗教正在做的是什么，对社会对未来的世界这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贡献，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那这一些呢，我们宗教徒宗教师就要怎么做了，不能够老是把庙门关起来，就是供了个佛像叫人家来拜拜叫人家来烧香，而是我们要走出山门，走出社会，走入社会，要进入全世界，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有未来。我们呢在这个未来的世界需要我们，说这句话，我们未来的世界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是变成世界的这个生产者们的一种负担，那这个佛教就灭亡了。佛法的智慧是为了消除烦恼，也就是解决人的问题，走入社会，是一份主动的态度，把山门里的宝与世人分享，为无穷无尽的烦恼找到方法，为更加复杂的人际关系找到理路，而能一一解脱，不再纠缠。那我们是要积极地对于现在的这个社会，我们也是生产者，我们生产什么，我们生产服务的教化的教育的一些这个事宜，那我们不是白吃饭，而是对社会是有贡献的，对人类是有贡献的。那贡献什么？贡献要看呢一个时代或者是一个环境一个社会它是不一样的，我们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间这空间之中就是要
适应，比如说九二月大地震，这个时候我们出家人就是我们只要念佛抄经抄度念经抄度，就是不需要做其他的事。这不行呢，我们要积极地进入灾区来去救济，来去慰问，来去对灾区的重建呢相应的做些什么那最近这个前天呢、星期天吧，这个我们龙山寺举行皈依大典的时候那些皈依的人都是在这个灾区灾难的时候受到我们花果山的帮助，他们回馈，他们也到山上去做义工来皈依以后到山上去做义工，那像这样子这是互动。但是我们佛教是跟社会是要互动的，这样子这个我们的佛教才有存在的这个价值。那这些所以是现代的佛教跟过去的在大陆50年以前的那个时代的佛教想法不一样，就是两荒禅。两荒禅里边呢，它是从这个明朝的时候它已经变好了的，修好莲池大师修的，那时候一直到现在没有人敢动的这个是祖师这个修的修定的，莲池大师修定的，我们不能动。这个为什么不能动？莲池大师那个时候不能动，他是适应那个时代他能动，为什么我们不能动？所以我们就是大胆的呀把它修了，修了以后我们一家修，其他的人也会跟，那这个就是一个时代的变化时代的适应时代的变化，这个也不是创新。创新呢还要说这个未来适应未来多元化的社会，多元化的世界，多元化的时代，那这样子的时候这个才是一个有远见的，有创建的。有人说佛教是服务业，也是啊，我们学了佛法就是要为众生服务呢，为世间尽心尽力，为社会经营出祥和与平安，不管是寻常的安慰或者是灾难降临的救济，当我们抱着一份真挚虔诚的心走入人群，和人们分享佛法的好与善，就是为了周遭散播了善的种子，而这一份散播就为了自利利人的志业经营制造了一个美好的开始现在我们在不断地思考着这个多元化全球化这个，因此我们现在推出一个6轮的这个运动，这个运动到现在为止往未来看几十年或者是几百年都是共同需要的，就是家庭的伦理大家都需要，校园的伦理大家需要，这个社会这个族群的伦理大家都需要，职场的伦理大家需要，自然的伦理大家需要，那这些我们一共有6种伦理，那这个六种伦理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我们佛经里面有6方礼经，有个6方礼经，根据佛经里面的6方礼经，又根据中国5轮，中国儒家的5轮，包括中家这个儒家的5轮，再加上这个名词改变一下，内容把它扩展一下，可以把它变成全球性的这个。任何一个宗教都可以用的，因为它这里头没有讲神呢，它没有讲要完全听神的命令，就全世界完全要听一部圣经的这个某一部圣经的这个指示，这个不是我们没有这是做佛经，而是呢全球的每一个人就是每一个民族都可以用的，这是叫做全球伦理了。那这样子是我们这是前瞻性的，往未来看
那我们的存在的价值是什么？我们存在的价值是这传扬全球伦理。既然是传扬全球伦理，人家不会来把我们消灭，人家也不会打我们，这个我们有生存的空间。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就是现代的佛教啊，这个属于创新啊，现代的佛教啊，属于要跟社会结合，跟世界全人类结合。这个呢，也是现在达赖喇嘛他很全心推动的，他是以全心推动啊，全力的推动。所以任何一个宗教见到他都很喜欢他，就跟他做朋友。那我一样啊，我在世界，在各宗教的领袖之间都是受欢迎的，不会受排斥。为什么？我见到他们呢，那他们也见到我了。所以我不是老是在我的佛教怎么好怎么好，你们要信佛，你们要念观音菩萨，我没有这样子讲，而是呢，那是把佛教的精神，佛教的内涵，佛教的方法告诉人。那这样子的时候啊，大家是欢迎的。所以佛教应该要走出山门，佛教要走出啊佛教的这个范围，但是呢，用佛教的立场还是讲佛教。可是这样子的时候，佛教就有前途。宗教本是一家，任何正信的宗教都是劝人向善，都是出于好的发心。各宗教徒之间彼此尊重，彼此欣赏，彼此合作，把善的观念勤奋地传扬，世界自然就越来越美好，各种宗教也能更加发扬光大。这也是一种经营，一种自利利人的经营。所以我今天早上对我们这个法鼓山的也最远门呢，我是经常讲话，我告诉他们，我说我们法鼓山要创新，我们法鼓山呢随时随地要注意社会的动脉，随时随地要注意到世界的需求。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法鼓山可以这个立于不败之地。否则的话，守着山门之内，那像50年前的中国大陆的佛教一定会消灭。因为你不是生产了，你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了，人家感觉不到你存在的价值了，所以这个就是有危机了。这个，所以我从小就要想办法如何把佛教能够推陈出新，能够佛教为社会大众谋福利。我们也是生产者，我们不是啊这个分享生产者劳累的这个分利分子，而是我们是奉献对社会啊大众是奉献。什么奉献呢？我们有三大教育，这个有三大教育，大学院教育，大关怀教育，大普化教育。我们是在办理教育的事业。实际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就告诉弟子们要突破，而不是啊叫人家把这个米啊菜啊送到庙里边来，让这个出家人呢在庙里边坐享其成。不是，一定要挨家挨户每天去托钵。托钵的时候，你一边托钵一边接触民众，一边跟民众啊说法来，还有呢一边为民众啊解决一些问题，这是做关怀了，做普化了，这两种教育。而僧团的教育就是大学院，像那兰陀寺那样子的一个大学，就是造就僧团。但是他们还是要去托钵，托钵的时候就做的普化，做的关怀来教育。
那我们现在就是提倡三大教育，大学院教育，大关怀教育，大普化教育。那这个我们是对社会是有贡献的，不是做这个庙里边老师念经，老师占大座，这个民间的一些苦难呢、啊、大家不管他们，这是我们念经回向给他们，念经回向超度，念经回向啊，这功德回向给他们，这个不切实际。我们念经我们是要念的，打坐要打的，可是呢这是一些教育工作，实际的对社会啊，就是对社会的基础啊，对社会能够有基础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宗教有用啊，这个对我们有用。宗教对众生有用，是因为知道怎么用，也体会了用的美好，而这一切都是身为佛教徒的我们必须去力行与实践的，而且在自己的修为努力，将佛法的好与善和相遇的人分享，将智慧的增长反刍，在生活中体现慈悲与善良，所有跟我们互动的人都能如沐春风，一起经营出一个时时平安喜乐的小世界。